起在这里引领，在我们热爱的土地，如今战火弥漫着空气，在鲜血染红的大地，在被战争摧毁的家园里，又不愿提起的记忆。我们用鲜血捍国家，看所有生命的伟大，钢铁的身躯怎样的对手也不会怕。我们用鲜血捍国家，看所有生命神的信念，用生命守护着我的家。干什么呀？我们不能拿群众的东西啊！是啊，老乡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哎呀，你看这就不是针线嘛！来来来来，拿着拿着拿着，那拿着拿着，八路，我们今天就是来给八路送东西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还拿着拿着，拿着，叫你拿你就拿。来来来，吃吧，这西瓜可甜了。辛苦辛苦了，辛苦辛苦了，多吃点啊！哎，里边还有很多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哎，对对对，吃饱了哈，立即打仗。哎，老乡，哎，老乡，别拿了，那边还有一个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兄弟。我，来吃西瓜。谢谢啊。你不是八路？我是国军呐。你国军你还好意思接？我，喂，国军怎么了？国军不也打鬼子吗？啊，我们不吃西瓜了，真是的，什么玩意儿？朱浩，玉环，饿了吧？啊，哇，苹果，快吃吧。好，多吃点。亏了你是八路啊，要不然我还吃不上呢。我们八路军的禁闭住得习惯吗？哎，做禁闭这种小事早就已经习惯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这些老百姓怎么对你们八路这么好啊？又送水果又送这个那个的。刚才啊，他一听说我是国军，整个态度就不一样了。这是因为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，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我们军队就好比是鱼，老百姓好比是水，这就是军民鱼水情。哦，这军队是鱼，老百姓是水，有意思，挺新鲜的道理啊。就说那个鱼没有水的话就变咸鱼了，对吧？就你聪明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八路军最爱护老百姓。嗯，我们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跟老百姓永远一条心。干嘛这样看我？哎，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小师妹吗？怎么懂这么多啊？当然是了，因为八路军不只是一支军队，也是一所学校。嗯，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我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看来你很喜欢八路啊。嗯，很喜欢，这里的人对我很好，还教我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。嗯，比喜欢我还要喜欢吗？
什么个什么啊！真是。哎，玉环，我不吃，外面好多呢，你自己吃就行了。外面的苹果怎么能跟我吃过的苹果比呢？来，吃一口。哎呀，来嘛！好多人呢。龙娘，钟豪他就关在这里边的禁闭室里面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好嘞，谢谢任长。嗯。你吃吧。谁啊？啊，一个朋友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来，吃吧，再来一个。时局维艰，余某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，与日寇周旋。出征之日，余某就抬着一口棺材，不用它装我的尸体，就用它装敌人的脑袋。好。自抗战军兴，余某数次面对强敌，局面从未有今天这样凶险。如今华北大部已沦为敌手，我们已经退无可退。今天请大家来，正是为了商议这不得不打的一仗。下面大家请看，我占据房屋，西起拒马河，东至白洋淀，守军总兵力为三个军，两个混成旅；日军兵力为三个甲种师团，一个独立旅团，其战役目的为策应山西忻口方向作战，夺取保定，控制平汉津浦铁路北段。我守军虽说是三个军，但在前一阶段战斗中已基本被打残，兵不满员，装备严重缺乏，兼职完整的只剩下不多的几个师和我们第五十三师，因此战区将我师摆在了敌人的必攻之地。情报显示，日军担任主攻的是其独立第四旅团，旅团长为武藤雄一，此人是个极可怕的对手。其余三个师团预计将从武藤雄一之两翼展开，意图击破我其余防守部队之后合围保定。我五十三师加上独立第五四六团、八路军和各地方武装，在人数上已超过日军第四旅团，但是在武器装备、士兵素养方面却与之相差甚远，因此这将是一场恶战。希望诸位能够以国家为己任，同心同德，奋勇作战。我命令独立第五四六团范团长，到。你部防守漕河一线，由正面阻击武藤雄一之旅团。是。第幺五六团曾团长，到。你部固守漕河铁桥，作为五四六团的第二梯队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从前线退下来的部队，一律就地正法。是。第三三幺团李团长，到。第三三二团邓团长，到。你二人所部于五四六团之两翼水网地带之外机动作战。是。八路军吴司令，请你率贵军防守余坊、咸台、北楼一线，以阻止日军迂回。
于师长，余防北楼闲台，面对日军重装旅团，兵力如此分散，只会被各个击破。我建议我军前移至石板山和满城一带，尽量靠近五四六团，集中兵力，给予敌人最大的杀伤。吴司令所言也有道理，但石板山、满城一带都是山区，日军肯定不会去占领，防守这些地方没有意义。他们不来更好，我们可以迂回到敌人的背后，配合五四六团给他们来个反包围。吴司令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部署吗？于师长何出此言？此次作战战区授予我指挥之权，八路军作为友邻部队配合作战，阴谋当然是求之不得，但我也希望吴司令能够尊重我的决定，尊重战区的决定。你至于地方武装，我亦以龙锡成先生为总指挥，配合我军执行侦查、破坏、袭扰行动，当然了，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作为预备队。于师长，龙某何德何能，总指挥之职万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三爷，你就别推辞了，我都听你的。对，三爷德高望重，舍你其谁啊？我们都听三爷的。谢谢于师长。好了，就这么决定吧，我们不要在这种小事上面浪费时间。各位，我们将面对日军最精锐的部队，牺牲在所难免，但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，个人的生死荣辱都算不得什么。我等身为革命军人，取义成人就在今日。我要走了。哎，再待一会儿吗？咱们这么久没见了，我还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呢，昨天也没说够。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我要去做宣传，去发动群众。你不用着急，等你加入了八路军，我们可以每天都在一起。啥？我加入八路军？谁跟你说我要加入八路军呢？你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？想啊。那也该是你跟着我吧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是我的女人，那我去哪里当然应该是你跟着我了。这不是还没嫁吗？再说了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女人要做自己的主人，什么三从四德那一套早就应该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。我也没说要做你的主人，也没说过要你三从四德啊，但是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是你的男人，那你跟着你自己喜欢的男人同甘共苦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也可以跟着我同甘共苦呀。你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让我跟着你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大男人主义。仲豪，其实我想让你加入八路军，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队伍，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，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在共产党的身上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。打住啊，玉环，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，我没有兴趣啊。我只知道国军是国家的正统军队，范团长是真心想打日本鬼子的大英雄。之前我在范团长的带领下，我们一起去打日本鬼子，我们是真正的，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。不是的，八路军才是为了国家民族。你别再说这些不着调的事儿了，我只认范团长一个人，我就只愿意做他的兵，其他的什么部队我盛忠豪正眼都不会看一下的。忠豪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呢？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么固执，
从小到大，你也知道我的性格。我爹揍断了多少根棍子，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一点。所以，在这个什么，什么八路军的这个事情上面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了，好吗？玉环，玉环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我们这么久都没见，不要为了这种事情而吵架了。说真的，我是你的男人，你离开八路军，跟着我，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。钟豪，我是不会离开八路军的。钟豪，你在国军待了那么久，难道你就感觉不到国军有多么腐败，多么不受老百姓欢迎吗？我真心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，加入八路军，站在老百姓的这一边，好吗？我会一直等你的。什么呀？刚刚在禁闭室，你干嘛不进去啊？你没看到他小师妹啊？你没看到他们俩在啃一个苹果？换你会进去吗？你这么聪明的姑娘，怎么会问出这么蠢的问题啊？啊！啊！你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我龙梅怎么可能会吃？认真的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嗯。我长得讨人厌吗？不会啊，谁说的？那我性格很差吗？没有啊，你性格多好啊。那他为什么不喜欢？是他没眼光。你是谁啊？你是龙家的大小姐，龙家级自卫军的统领，你还怕没人喜欢你啊？再说了，谁不是两只眼睛一张嘴？你干嘛总盯着他看呀？我喜欢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每次跟他在一起特别放松，特别高兴。哎呀，好乱啊，好乱啊。嗯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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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行不行。三爷啊，这次啊，我一定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，有人当然要出人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三爷，要您一句话，我们是没得说呀，更何况是打日本人，我们一定义不容辞啊。师座。啊，请留步。哦，范团长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请进一步说话。嗯。
到底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哦，师座，卑职有一个请求，希望您能答应啊。请说，但凡对抗战有利的，于某一定竭尽所能。我们希望师部能把漕河大桥的防务移交给我们五四六团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啊，师座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阵地的两翼是水网地带，不利于机动啊。我们的背后是大河，唯一的通道就是漕河大桥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掌握漕河大桥的权力，这样万一战况恶化，也还有一丝回旋的余地啊。范团长，你多虑了。我派幺五六团镇守铁桥，正是为了给你们建立稳定的后方，并且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你们。如果你们团再分兵防守铁桥，势必削弱战斗力。这个要求我不能批准。师座，恳请您考虑我的意见。师座，我团几千个弟兄的性命就在您的一念之间呢。范团长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尚未开战就先寻思退路，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吗？我这次战斗有多重要你是清楚的，我奉劝你不可有畏敌怯战的想法。我范雨婷是不是有畏敌情绪，用我的战果可以说明，无需多言。我今天来就想要得到两个字，公平。范雨婷，污蔑上官抗命不尊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。师座，范团长。哦，吴司令。哎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好啊，请请。范团长，目前的形势我深感忧虑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吴司令，有什么话就请说吧。会议上于师长的部署让我为你担忧啊。漕河大桥是你团的生死通道，于师长却不交给你防守，他的嫡系躲在你后面。在我看来，名为支援，实为监视，甚至有督战的意味啊。是啊，我们于师长的小算盘打的是当当响啊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可眼下是国难当头，人们荼毒至此，作为军人，我们只有在抗日的战场上流干自己的鲜血，才不会愧对这身军装。范团长报国坚决，吴某佩服。不过如果是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切不可甘为祖上之肉啊。于师长这个人的作风我是知道的，他这么部署就是拿你们当炮灰，他和嫡系部队恐怕早就盘算好退路了。哼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，为党国尽忠是我的夙愿，别的事情随他去吧。抗日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但是如果遭人陷害还一味的愚忠，这不可取啊。范团长，你我相交甚好，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的上级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。如果你想换个环境，我那里只要能为国效力，在哪个环境下都一样啊。吴司令，您的这番好意我心领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那么坚持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次作战我将尽全力支援你。
有什么问题，可千万要跟我说实话。吴司令，谢谢。报告，团长，侦察兵报告，日军集结重兵，企图收复风化城，我阻击部队已去前锋接战。啊，你看。协调会开完了，我们也该打扫战场了。嗯，好啊。盛忠豪、文立轩两只老虎已经被我们关了两天了，哼，也该放他们出笼了啊。吴司令，走。哎，我这钱没了可真快，我这门口的弟兄，嚷什么嚷啊！我有点口渴，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喝？既然知道麻烦，就别开口。你是来关禁闭的，不是来这儿走亲戚串门。还喝水？喝尿吧你！岂有此理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啊！怎么，不服气啊？老子昨晚输了不少钱，别烦我，再烦我揍死你！放肆！团长，团长，你还了得啊！赌博蔑视长官，你知道该受何处罚？团长，我是赌了，可是他不是我长官啊！怎么不是你长官？八路也是国家的军队，他也是你的长官，听见没有？是。把门打开。哎。团长，范团长，文教导员，请坐吧。请，请。长官，请喝水。谢谢。喝吧。谢谢范团长。文先生，听说你打仗是把好手啊，运筹帷幄，举重就轻，游刃有余啊。吴司令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。范团长过奖了，我只是小心谨慎而已。小心谨慎好啊，诸葛一生唯谨慎嘛。因为谨慎，方能处于不败之地啊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惜了，这么好的人才在八路那边待着。八路毕竟是收编过来的，并非正统啊。我听说你们五四六团也是杂牌军，一直受嫡系排挤。这个和嫡系相比，五四六团确实是杂牌，但我们毕竟是国军。啊，文先生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那定当前途无量啊。怎么样？我当兵不是为了升官发财。那是为了什么呢？一开始只是为了有口饭吃，后来在部队里不断的学习，我终于明白，共产党、八路军是代表了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，我们所承载的是整个国家、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还有未来。因此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，都是这希望之城不可缺少的一块基石。好，说得好啊。在范团长面前说这些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？哦，哪里哪里，人各有志嘛，有点想法总比那些成天浑浑噩噩的要强多了，是吧？哦，对了，范团长，协调会议是不是已经开完了？所有的部署已经完毕，很快就要打仗了。您的部队是不是被放在最危险的地方？
你怎么知道的？您的少峰于市长，我早有听说。其人表里不一，贪图享乐，不是一个真心想抗日的人。再加上耳闻目睹了贵军种种，我判断他为了保存实力，会把您的部队放在最前头为他挡枪。文先生真是个明白人呐。诚如你所言，这次五四六团确实是放在一个最危险的位置上，但我不后悔，因为我范某人打仗不是为了替某人挡枪，而是为了国家而战。范团长忠肝义胆，我很佩服，只是日军来势汹汹，如果战况不利，于师长很有可能牺牲五四六团以求自己全身而退，这一点范团长要早做准备。谢谢你提醒。我们不说这些了，我今天来是要把你这只老虎放出去。文先生，你自由了。谢谢范团长。请吧。请。诸位，好，把门打开。李政委，盛连长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什么？我可以出去了？是啊。你们八路做事情也真奇怪，不就传句话吗？还要你政委过来，随便找个小兵过来不就行了吗？盛连长哪里是一个小兵能传唤得动的嘛？走吧。对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情况是这样的，贵泽集结重兵要收复风化城，我军军分区决定暂时撤离风化城，请盛连长赶紧归队吧。原来如此啊，那么赶紧回去。好。你们两个送盛连长回去。是是，盛连长这边请。姐，喂，叫你呢。恭喜你啊，你自由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和我爹一起来的。龙三爷他也来了。你找我吗？找我有事啊？盛中豪，我们大小姐是专门来找你的，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去干嘛？我要去找玉环。要不你们也一起来吧。我不去。我要去找我爹。你找你爹，那我先走一步了。姐，盛中豪有什么好的？你那么喜欢他，他就是个木头，去死吧木头。姐，你别生气啊，为这种人不值的。姐，姐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玉清老弟啊，你自己要多当心呐。于师长的部署，就连我这个不懂军事的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要把你往绝路上逼啊。哼，绝路？国家破碎，倭寇横行，哪一处不是绝路啊？我早已誓死报国，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大哥，您就别替我担心了。老弟，
你不替你自己想，也得替你手下的弟兄们想想吧。我帮不了你什么了，但是龙家集一隅之地，大门永远为你开着。大哥，谢谢。但是作为军人，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啊，大哥。老弟，多保重。大哥保重。来，给叔叔说再见。范叔，您要是在部队做得不开心，就去龙家集，我们龙家集永远欢迎你。丫头，好好照顾你爹啊。是。去吧。走吧。大哥保重。保重。团长，咱们也该走了。好，盛荣豪他们呢？日军距离风化城不到50里，任赖峰和盛忠豪他们负责断后，正在部署呢。走。嗯。快点，快点加把劲啊！阿秋啊，你这膀子伤得重不重？没什么大碍，就伤口，主要是活动不太方便。没事，这喝点酒啊，兴许就好了啊。还喝酒呢？你不要命了？好，不喝了。看你还能想着喝酒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这样吧，咱们准备准备，一会儿就出发。好。嗯，好，来，大家加把劲啊。好嘞。玉环，我们去和师兄告别吧。这边，系紧了。嗯。把这边绕过去。这边。哎，好。哎，等会扎紧点啊！好，这东西可精准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师兄，师兄，李轩，玉环，报告，归队吧。是是。师兄，我们正要去和你告别呢。这回啊，咱们总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师兄，有件事我一定要和你说。说。现在这个战况，局面对你们五四六团非常不利，我很担心。希望你为自己的未来早做打算。哼，这三天两头的枪林弹雨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利与不利，其实都无所谓。我也没什么打算。你什么都无所谓，对我也无所谓吗？不，你当然是有所谓。我对你的心从没变过。钟豪，如果你真的没变，你就跟着我加入八路军吧。玉环，你别再跟我说了，你知道我是绝对不会加入八路军的。只要范团长他还在，那我就永远是他的一个兵。而且我们这么久都没见了，如果你离开八路跟着我，那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吗？钟豪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离开八路军的。你知道我是个孤儿，没有家人，但八路军的兄弟姐妹，他们对我非常好，就像家人一样。钟豪，你就跟我走吧，我去向司令员请求。玉环，你别再说了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绝对不会加入八路军的。你所要的那些，我们国军也有啊，就好像我们国军的范团长，他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，还有我的那些弟兄们，对我也很好，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。玉环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的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跟我走吧。啊，看来我和你，谁都说服不了谁了。反正现在这个局面，这仗还是要打下去。这样吧，这场战争只要一打完，我马上就过来把你们接走，好不好？钟豪，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，但我希望你记住，我会永远等你。
管你现在怎么想，我都会等你，我永远都会等你的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回来把你接走。哎，师兄你多保重。怎么回事啊？跟师兄告别。战争即将开打，五四六团的位置很危险，有什么状况的话自己当心点。小师弟你也照顾好自己，还有要替我照顾好玉环呢。放心吧，我会的，你也注意安全，保重。好。准备出发。走，走吧，跟上，所有人都跟上啊。我到处找你，部队马上就离开风化城了，赶快跟我回去。好，走吧，走，走。